道家中燃气热水器如果通风不良，容易产生一氧化碳。What? 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会头晕、头痛、想吐、四肢无力，最后可能导致死亡。如果发现有疑似一氧化碳中毒情形，请立即停止使用热水器，打开窗户通风，前往室外避难，拨打119电话求助。患者如无呼吸心跳，请依急救步骤实施 CPR。 安装热水器，做对五件事：安全底台，定期检修，保持通风，正确行事，安全安装。嘉义县政府、嘉义县消防局关心您。